我跟你讲，如果你住桃园的话，真的可以去试看看。你看那荤桂这么大一个，这个是黑糖荤桂啊。重点是什么？我这个汤匙这么大，这个汤匙超大啊。天堂印象的爽相啊，当然要啊。这个是害你被变的汤匙吗？靠杯啊！健康餐就是为了这个做准备。不是啊，它没有很甜，你知道吗？我很喜欢这家店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没有很甜。它不甜，它甜，但是没有很甜，就一点点甜而已。而且我是买牛奶豆花，它那个牛奶味超重的，就很香哦，超爽啊！哦，你是要吸的，那，妈的，你没票要吸的人密我，然后那个人都还没开，一票要吸的密的比煮我的人还快，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以前没看过哎，我要买了。尊重一下，Hell Taker 是什么？是漫画吗？还是什么？你这个11楼的精髓，你敢点吗？我是不太敢，谁要当坦靠腰？他先上 buff 啊！你有精髓恐惧症，我真的觉得点下去有机会六杀。我们离那个远一点。不是，我们不是来打这个的，我们是来爽舔经验的。干！啊，我走前面，我走前面，好不好？啊！冲！哎，对，我的火呢？忘记开了。帮你拿东西，行。买背，我一个太紧张，连火都忘记开了。不是啊，这个真的很可怕、啊。他不打我、啊，我觉得这两只我应该挡得住。你看，他锤我的话，他不想锤我。妈的，他是专打女巫欸！欸，为什么会有两个印象迷雾啊？我要回来，拿不了，要打下去吗？我觉得很老实欸，这骷髅打我一下，三分之一。怎么走了一群骷髅过来就死了两个人了？这骷髅很可怕、欸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这骷髅，我刚没死，是不是因为他还没打到我？只是还没轮到我。不是，我刚被一击必杀。那 AA 盾怎么可能会活啊？他 AA 盾都不一定会活的，干！而且他刚是丢冰球，哎，我他妈冰杠还82，我都被秒，很夸张哎。刚超夸张哎，我觉得那个超级夸张哎，那个
我冰抗82，他丢一个小冰球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太多溃烂是，但人家是不要煮满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留一个啊？没错，我们知道了。我发现，他竟然吸经验，就是不够猛，还没有资格吸耶。这个好残酷耶，他不像那个纯净乐园，你就真的是乐园，就是进去爽耶。这个你不猛，这个你苟不住，连吸的资格都没有耶。哦，不过那个经验值好夸张哦。那个进去打得很快，然后一瞬间就一等。主播那一团被秒，请问一下近战要怎么打？你皮卡加二范围耶，还抱怨哦，真的是人真的要知足耶，都给你加二范围了，你问题还这么多。没事，你也快要完了。我是真的蛮想要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有讲过、啊，是不是？我是觉得。现在 POE 的改版方向嘛，跟我喜欢玩的 POE 已经有点越走越远的感觉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觉得它可以这样子改，不代表我一定要这样玩啊，对不对？我只要假装 Uber 不存在，我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照着我们以前的节奏玩着我们最喜欢的 POE。是不是有道理吧？我觉得只要不打 Uber， 我们就当这个世界赛勒斯就是我们的终点了。来看的话，其实我觉得 P 坎，你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，P 坎可能不会 ，P 坎应该还不错，应该也不至于很糟糕。P 一下，我们一定 P 啊！我不跟你说了，我们这一期一定 P 啊！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吧？这样够我诚意了吧？上个厕所，哇！吃完这一大碗，我们就买这皮砍，好不好？我们到时候就皮砍。这个有没有退货？有没有什么7天内退货之类的？会变内皮砍吗？不会啦。下礼拜技能会特价哦。啊！后天技能特价，靠腰啊！干亏烂，要关台了。不会啦，我们都会开到10点了。可能是我这一次休息的比较久吧，我这一次特别有热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不准笑！